爸李汉看到儿子李飞这几天有点不高兴，他想知道为什么。他问儿子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高兴？李飞没有说话。是没有钱了吗？李飞说，不是。李汉家有很多钱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会不高兴。有什么是钱买不到的吗？李汉说，你告诉爸爸你怎么了，是想要什么东西吗？李飞想了想说，是的。李汉笑了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买给你，我们家有很多钱。爸爸，钱买不到所有的东西，我想要的东西，钱买不到。李飞很不高兴地说，不对，钱能买到所有的东西。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